office 直頭就係冇得頂添啦。愛護同事協會，愛你的同事如同自己。我哋都拍咗咁多集愛護同事協會啦，但係點解每次我翻工嘅時候見到同事塊面都係黑過老細嘅咧？不如我哋今次咧就去收集下佢嘅苦水，幫你砌住一個五星級嘅辦公環境啦。好。边一样嘢令你最不满？我帮你打格仔先啊！打冇乜灯啦，个窗又劲远，个人就会好沤。跟住咧，成日俾啲工程开大开会啦，咁我仲点用啫？水都冇得斟啦。会从地铁站嚟得比较远。我想上日文班，赶出去市区嘅话，要8-9个字。点样改善到先可以变成个100分 office 咧？到个 main office 嘅地。离开呢间公司。老细有冇得换啊？我哋今次决定弃居补税，推出办公室。同事就可以跟我哋去鲗鱼涌嘅甲级写字楼度翻工，日日咁多，做个鲗葵涌嘅打工仔啊，感受喺甲级写字楼超级翻工感觉啊！哇，我哋终于都集齐咗鲗葵涌嘅同事啦！哇，我哋翻工啦！我搭机问，我个计数机嚟。哇！哇！今次喺冇 lift 嘅国家度嚟。今日带大家参观呢一个鲗葵涌 office， 特设落地大玻璃，可以远眺维港景。同事嘅可用台面面积由以前嘅0尺提升到5尺。爱同协更加划出野内露营区、超龄儿童乐园、海景低尔夫球场等康乐设施。同事满唔满意啊？哇，梗系开心啦！你见到佢几多嘢食啊？而家呢个系开放式 pantry 啊，即系新手就攞得，我中意攞过去嗰边开会都得。公司成日都坐住个脑，而家有个 golf 起身喐下，2年之后万真都谂到啦。你自己讲噶。哇，见到同事今日嘅打扮都同平时非常唔同啊 ！Melody， 你起身俾大家睇下。哇！我见甲级写字楼都系咁样翻工噶喎。你咪专做银行啊，其实。你攞咗小學對鞋出嚟著，對鞋上一次著已經係3年前嘅啦，依家先爛曬。喂，唔好太力啊！大家係走唔到啊！你又著到咁樣喎，但係唔係最緊要係輕鬆啊嘛，翻工。啲垃圾佬咯，佢呢啲咩垃圾佬啊！一定要襯呢一拖鞋㗎。咩啊 ？Creative 喂呀！嚟得呢度開工啊，就梗要入鰭葵涌除族，喺個草地上面穿住食飯啦！大家食飯。今日個 lunch 食咩啊？冷面定食。好耐冇食過嘅蛋批。呢支其實係咩嚟嘅咧？成啲殺蟲水咁樣嘅喎。出法國嗰邊嚟㗎？法蘭西嘢喎。係啊。點啊？法蘭西嗰啲。哇！好濃啊，大佬。喂，死啊 ！Simply add water。即係點先？唔係，即係你而家要溝水咯，仲問？呢個蛋批我超中意，但係公司附近都係冇 cafe 咯。呢度有人親手剁啲魚生俾我食噶嘛？係衝係冇得食呢啲噶。同事喺呢個甲級 office 都翻咗成日工啦，但係你哋就都甲級嘅路人甲級咯，摁曬腳感好核突啊！唉，一場同事，我哋已經揾咗資深舞台劇演員韋羅莎老師教你哋摁腳摁到人哋睇唔出啊！唔難嘅，四個字。摁摁摁摁，即系点 ？OK， 我示范俾大家睇。第一摁 undercover 就系利用办公室嘅用品做掩护 ，cover 自己摁紧嘅脚。第二摁 undeniable， 摁紧嘅脚要同台脚保持距离，等摁脚传出嘅震动唔好传到上台，影响隔篱嘅同事啊。第三摁 unlikely， 将摁脚嘅幅度减低，自然就冇人发现啦。第四摁。Unstable， 不时转换下动作，分散一下同事的注意力之余，自己只脚都可以唞下嘛。话咁快，我哋就收工啦！鲗葵涌的打工仔系唔会 OT 噶。嗱，我哋而家就一起倒数见证呢个咧，我哋竟然可以6点就收得工嘅历史性时刻，好唔好？3、2、1，哇！咁早放工去边啊？約咗 friend 食飯喎，去做瑜伽。聽講咧，呢度啲打工仔都非常之注重呢個 work life balance 嘅喎。係㗎，而呢度咧就搞咗一個叫做 Project After Six 嘅 campaign， 舉辦一啲唔同嘅 master class 啦，同埋啲 workshop， 去俾一啲有熱誠嘅打工仔可以 lunch time busking 啊，去打下波啊，煮下嘢食啊，有時仲會有音樂劇提供埋訓練俾佢哋，等佢哋可以上台表演，發揮一下自己嘅才華咁咯。一落樓值得玩。
仲可以認識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仔，就連住在鰂魚涌和整個鰂魚涌的打工仔都可以玩一份。聽到沒有老闆，怕人家投下嘢啦。就算沒有 Project After 6了，都起碼有 Project After 7啦。不如我們現在一起就去 join 這個活動好嗎？好，拜拜。睇下翻葵涌好冇啊？冇，我唔想翻去嗰边。